兰氏旗阵入场，扎！你看这些女眷都快把花篮扔空了。古有治国名车，今有这漫天花雨，兰氏双臂的风采，与那潘安、宋玉相比，也是不遑多让啊。 放心，怎么了？李英，什么？韩光君，你是叫我吗？什么事啊？这个，是不是你？这个，哪个？哦，你是说这花，不是我丢的？韩光君，别信他，就是他，我们都看着呢，他是故意在你背后用花。 哎，你们怎么能这样冤枉好人啊！我生气了啊！韩主任，我嫌你真无赖。哎，你们。